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哎，昔日队友现在变敌人。社会之现实，人心之险恶。哎，昔日队友。Oh, the seats already. Yeah, yeah, maybe. 林姐，没事儿。我们四个人吧。Come on, baby. 当时我一转身看到林姐和 Mai 生在那儿了，就是一下子那种责任感就起来了。我就觉得不被选择不代表你不好，我就是要组一个你们都不选的队，让你们看看我们有多好。走，走走走走走，熊浅，带你们飞。如果我们选的话，一定要选一个，耳熟能详的歌，因为我们几个不是大 vocal， 如果是一个很不熟的歌，更没有优势。嗯，所以我们首先要抢的是，绝对不是原创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四个人，最大的优势，就是好看。我们才真正的又是达成了一个新的花瓶组合，花瓶组合，开心吗，姐？文静长大了，文静长大了。家长走了，总是要担起这重担，养活我们一家人。我放心吧，姐姐跟着我没关系，没问题的。情绪价值我们两个拉满，买了买了买。一是好看，但太不熟了，不熟就跟看个过眼云烟一样。我觉得这个是 for you 的。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太有名了，如果我们四个人站在上面，可能大家一听这个想到的是你。对，我们站在上面就是是泡沫，是你的幻影，实至名归啊！带着新的姐妹团，乘风姐妹团。Yeah, it's really fun. Yeah, we can choose it first. Let's see how fast your finger. Yeah. 恭喜蔡文静所在团手速更快，成功锁定招牌动作。哦，哇！这歌好，这很期待，我们有信心加分的。姐可以，可以的，姐，姐可以的 ，My，Yeah，Yeah， 给你 Five，Yeah，Congratulations。我的脸都折了，我不行，还是招牌动作帅，哒哒哒哒，就是那种，太，我们把头发一甩啊。姐姐，我希望你来，我觉得你这个风格很适合你，已经很漂亮。你会很脱颖而出、我们这个没有什么所谓的队长，我们群策群力，每个人都是队长、你只是去完成这个舞台、OK 吗？好啊 OK， 我们一起，我们姐你可以的、可以。哇，我现在可以跟你们天天一起讲粤语了。你知道吗，东北女孩子讲粤语是啥样吗？是这样的，那啥吧，应该有事我走先呢。那啥走先。还有北京话讲英语也是会带儿化音。不 ，How much？ 吃嘛好，好吃嘛，嘛好吃，嘛好吃，还是天津的呀？你这笑话都是天津，你到底是哪个天津人？给你讲了这么多天津笑话，你知道吗？我家的狗打鼾打到，我跟你说打到离谱的那种，就是我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打鼾。然后有一次我出差回来之后，我家那只狗可能年纪大了，十多岁了。然后躺在我旁边，那天我真的不知道他在那个沙发上面睡。半夜的时候，一个很粗的男人的鼾声，给我吓醒了。哪里来的老汉？对，他是那只狗。然后我真的我吓死了，我醒了之后我到处找，我在柜子里面翻，我说是不是进小偷了什么的，到处找没找到，后来发现他在那儿打鼾，我给他叫醒了，我说哎。别打，太可爱了！现在团结好热闹的感觉。哎，你们的团结怎么样？是不是人多怎么样？感觉快不快乐？就是整啊，整个掉进去，快乐的如鱼得水是吧？也不能这么说呢，快乐是快乐，新欢旧爱在一起。最近都不发信息了，冷淡了。怎么会？不满意，真的。但是我说实话，我左边眼睛一看挪不开眼，确实也冷淡。你就像对待炫哥一样的对待我们。你在说什么东西？他第一次来录节目，炫哥说找不着他的人，然后如今是我们也找不到他的人。连续发誓，我们说，我们第一天约他，我们说哎晚上我们一起湖边谈心，他说好的好的好的，但我要先去跟大家摸摸底，然后说如果不太晚的话，我们真的。然后就再也没有信息了，进了你们这个就是盘丝洞就再也没出来过了。昨天晚上他也没回房间，就是昨天晚上再也没出来过。
他没回房间，很晚才回的，不知道去哪儿。看来你们也留不住啊，留不住。可以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的。扬眉吐气日，我们坐下吧。有的人坐不下，都分散了，分散了，分散了。哦，对，端庄美。哦，打文静，文静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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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在曹营心在汉。起来。哦，哎，就是我们那段 dance break， 太好了。嘿，正好我们今天要练这个嘛。我们要赢啊！我要开香槟了。接下来我们将发布考核席位的选择规则。我们就练舞蹈吧，看看。可以啊。本来我们就要练起。对。今天一下午就练这个起，明天就上去。对。所以就是何乐而不为？反正这次不想吃鸡蛋了。对。我觉得我们这次一定要一路顺到底，对不对？你的最强副队，你是我的 honor 队。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定会扬眉吐气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有个助理，他叫杨梅，我现在让他每天都在吐气。我说你现在所有的工作任务就是吐气，他每天给我拍吐气视频，就在家里。姐姐，杨梅在吐气。啊！来来来，开香槟，咚咚咚咚。就这个舞台，我们充满自信，一定不能输。尽人事，听天命，我的人事还没尽完呢。我不能够退缩的，要拿到那20分，我们真的可能可以把这个逆风翻盘的美梦给做完。那尾巴还好不？我觉得 OK。真的吗？我觉得行。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虽然你尾巴有点问题，但你皮肤看起来巨好。哇哇，你好会夸哦！好，你真的好，好有效的安慰啊！我以后要是有什么不开心，我一定要第一时间找你。真的，请把我标成新标好友。可以，置顶。你加我了吗？哦，我俩没有微信了。你真是，你真棒！好好好，开微信。我也只能到这里啊，不行 ，No No No， I can't。到我们了 ，Oh my God， It's our turn。Oh my God， 我又开始紧张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别害怕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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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。加油加油，我们可以加油的。